这首歌呢 Gada Miiren 呢已经是我们声乐教材里面必唱的歌，我听过无数个版，我自己也学唱过，但是用你们蒙古语再加上乐队，有现代再加上民族的乐队一起这样组合，我是第一次听，很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有现代感，主要是有种节奏感，刚才你们唱的时候台下的年轻人都跟着那种节奏感非常强，要把他们年轻人也认同自己的民族的东西，要通过一些现代的手法、现代的音乐、电子乐器等等，把你们的民族东西更突出来，又有现代感又有民族感，那是最高的。再说说你的演唱嘉宾，非常棒，你嗓子太棒，谢谢，太好听了，真是，这个你们这个一个组合是太好了啊！特别主唱，你用心，用你全身的劲，用你的从心底里面热爱音乐那种真情来唱，是很感人的。你最后那一句歇斯底里那种呐喊声，这就是音乐，谢谢，谢谢。我是一直非常喜欢我们蓝野乐队，因为每一次在舞台上总是那样气势如虹的那种乐队加上主唱的演唱，总是能够嗨翻全场。我觉得刚才演唱的这首歌曲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 Gada Miiren 的一个版本，我觉得是把 Gada Miiren 这样一个草原英雄的这样的一种人物形象很好的在特别是年轻人面前得到了一个展现，让我们在舞台上感受到了蓝野乐队的这种狂野般的对音乐的那种热爱，特别好，谢谢谢谢。
这位老师，同感。我觉得这就是草原的歌声，这就是男人的音乐，非常棒。谢谢三位老师。老师们已经点评结束了，作为我们的帮唱嘉宾，请为蓝野乐队拉票。大家好，我是Amugulan。蓝野乐队呢，成立已经十几年，快20年了。他们对自己的每首歌、每个舞台，对自己的音乐呢，永远都是那么执着认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难倒他们。这就是蓝野精神，希望大家支持他们。也谢谢帮唱嘉宾Amugulan，谢谢你。现在帮唱环节呢，第一轮全部演唱结束了，马上到了老师们要选择的时候，把其他三位选手请回舞台。三位老师，到了你们做选择的时候了。场上一共有四组选手，他们的名牌等一下会送到评委席上。每位老师呢，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通过的选手或者一组选手，为他盖上通过章。被选择的选手可以进入到下一轮，而唯一没有被选择的选手将会止步于此。今天晚上也算是最后一场半决赛了，到下一周就是我们总决赛的巅峰之夜了。老师们，这个选择很重要。思思老师，还是女士优先吧，你先来挑选一位或者一组你认为能通过到下一轮的选手，请为他盖上通过章。第二位做选择的老师是莫华文老师。选手到了现在都比较紧张，因为到了八强，每一位选手或每一组选手都实力很强，我们也很难预测结果。莫老师已经做出选择了，最后一位是周伟老师，